期股市同学会，我是陈明君，各位同学上课了。台北股市今天再创下新高，哇，这个上个礼拜五呢，美国股市的费半大涨超过了200点，飙4%，台积电的 ADR 呢也上涨了4%，那今天呢就激励护国神山呢直接的跳空大涨，又创下了725元的新天价，709的学长们呢正式的光荣退伍了。那台股今天呢一度上涨逼近了400点，那美股的科技股目前真的看不到要涨到哪里啊，真的是无极限。那高盛也说美国的 AI 股呢，他认为还有继续上涨的条件，台北股是靠 AI 大军啊撑盘冲锋，还有没有本事再创下新高呢？马上欢迎特别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萧佑明老萧。好，明君，各位同学好。欢迎分析师吴月展，展哥好。明君好，大家好。欢迎分析师邓尚维邓老师好。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好，台北股市今天呢一度呢逼近暴涨了快400点，到底要不要先冷静一下下呢？因为今天台北股市真的是大家都冲进来买股票了，不只是台积电啊一个人的武林大涨，还这个好多的中小型股跟相关概念股呢也是一起涨，今天看起来不再是垃圾盘，那全部的这个类股齐扬的话代表说人人都有机会吗？那怎么选比较安全呢？尤其是辉达这个据说这个订单塞爆了台积电的3-4纳米先进制程，美光也说呢他们宣布量产高频宽记忆体的最新的记忆体的模组，那记忆体整体有没有机会看到落后补涨的这个方向呢？我们请问老萧老师来做观察。在关注美国股市当中上个礼拜有一档个股非常的飙，那就是 PC 厂戴尔。戴尔公布的财测居然优于市场的预期，这个做 AI PC 的真的看到了开花结果了吗？戴尔股价呢是狂喷了超过30%。那这个戴尔的相关代工厂人保受惠程度最大，人保今天大涨，一度攻到涨停板，可是却留了上影线，这影响到了好多老 AI 的走势是开高走低，尾盘还翻黑。老 AI 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从戴尔先行大涨，可以告诉大家 AI 不是不涨，只是时机未到吗？那人保今天开高走低，会不会是一日行情？买进去的人怎么办？而台北股市啊，这个风光的站稳的万九，那飙股啊，其实人人都有机会。这之前呢，展哥说的相关呢，很多概念股冲高之后还有机会再向上，怎么样把飙股抱紧抱牢呢？另外鸿海今天也出量大涨了鸿家军当中的设备股看起来这个登高不坠，怎么样来做掌握？我们请问一下展哥的最新观察咯。护国神山台积电今天呢再度的冲高，最高来到了725块钱，又站上了前高709大关，那下一关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次又是跳空大涨，只要这个缺口不补，还是有向上挺进再创新高的机会吗？而主流的 AI 股啊，现在看起来呢好多档个股呢开始落后补涨了因为这台积电动了嘛。那设备股呢还有人没创高的，有没有机会赶快快步跟上？只是现在电子股非常热，但是要小心有时候过热的风险依然是分散布局比较保险的。这族群当中有一些业绩喷发的怎么样从股净比来做观察切入呢？慢慢布局后面有机会，我们请问邓老师。广告回来锁定57股市同学会。回到57股市同学会，这个大盘呢在金龙年开红盘之后一路的金金涨上个礼拜呢万九好几次攻上去都没有收稳，大家还本来觉得说可能万九附近要震荡给他点时间，但没有想到才过一个周末真的是气氛大翻转，主要是因为上个礼拜我的美国股市当中这个费半指数是大涨了4%，因为费半相关概念股好多都创下新高。台股今天呢是跳空的大涨，那最高是攻到19333点，中场是上涨369点，收在19305，是正式在收盘站稳了万九大关。今天是量价齐扬，成交量有4853亿元。当然呢，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今天呢是贡献了300多点大盘呢。今天呢也这个助攻来到了历史新高，台积电今天呢又创高725块钱，联发科也大涨4.48%，只是呢有利多消息出来的世新 KY 有一点创高回档的味道，难道说 IC 设计族群要开始这个主流意味了吗？等下来请老萧老师做观察。我们从大盘来看上个礼拜五年都不知道说到底是要向上还向下，还是说要整理一阵子，没想到才过一个周末，美国股市半导体设备股
跟相关族群的大好消息，激励台北股市今天是开出了一个实体的大红棒。老师，大家都想问，这会不会涨得太凶了啊？那台北股市哈，气氛这么好，到底要涨到哪里去？整体上我们很快速做个浏览，各位请看到过去连七，今天七个交易日，就是它就是一根红 K 棒，一根黑 K 棒，一根红 K， 一根黑 K。好，上周呢，台股最高点是不是来到19041？好，今天呢创了19333。那台北股市到底要涨到哪？它涨到19606点，也就是说，目前往上看大约还有300点的一个空间哦。那面对整个格局呢，只要去抓出先行指标，你自然而然在淡淡的三月天里面，我认为大家都会有不错的收益哦。19606点哦，哎，看起来目前还有200多点的距离哦。那我们问一下，为什么老师呢看起来是对于盘势的看法相当的乐观呢？那整体上呢，我认为呢，当我们在面对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金融商品，那该怎么针对这个商品未来的走势做好评估？那最简易的就是我们去抓出先行指标，利用先行指标来观察目前台北股市有没有动能持续向上做推升。好，所以我们很快速回顾，各位请看哦，画面上你所看到是从2022年的1月5号加权指数在1月5号当初呢是当时的历史高点呢在18619点，那么接下来它一度跌到12629。好，从12629到上周五截止，来各位请看哦，涨幅第一名叫做日经指数，第一名，好，对，第一名是德国，第三跟第四名啊完全一模一样，叫做标普跟道琼，也就是说标普跟道琼完全在一起，紧接而来叫加权指数，好，落后加权的叫做纳斯达克，好，那在最底下这个叫首尔，好，各位看静静看了这张表格，请问谁是先行指标？先行指标不代表涨幅最高的或最低的叫先行指标，而是说在它整个行进过程里面，它展现的就跟别人不一样。你看它不一样，好，来各位请静静看这个画面哦。我们把所有的商品利用一月五号的2022年的一月五号当作基准点，那当天台股是18619嘛？各位请看哦，从18619，我现在画加权给你看哦，这一条绿色的，这到这里，这叫加权。对，这加权的走势。好，当加权从18619一路跌到12629，那各位请看，从道琼、纳斯达克、标普、德国股市到首尔，到首尔，好。是不是全部都往下跌？对，方向都往下。有一个不跌的，好，来立宏，你看灰色的这个这一条，好，它完全不跌，立宏，你好，你说纵使台股暴跌啊，全球股市大回档，完全不跌的，是不是日经？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日经就暴涨。好，所以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在观察国际股市，那先行指标是谁？那就是日经指数了。好，市场说日经这里绝对要突破40000点，那个不理它不重要，也就是未来日经持续上扬，那你就不用关心整个国际股市的就持续是看涨的。哇，先行指标的日经指数就是比其他的个股还要强，其他国的股市还要强，所以日经不坠的话，全球股市都还有希望呢。那刚才才跟这个老校师聊到吼，哎，这美国联准会都还没有降息，全球股市先喷再说，到底这个鲍尔的放话要不要成为大家需要放大拿放大镜关注的这个观察的重点呢？主要是因为啊，这个礼拜二呢，美国总统初选川普会东山来，这是这个礼拜的美股的状况。礼拜三鲍尔要说话了，他在国会要作证，费的官员也会发言。那礼拜四有 FOMC 的会议记录，礼拜五美国会公布这个非农就业报告。但金管会先答案，他说 AI 有热度助台股，提醒投资人要审慎选股，要选股票 AI 好助台股攻上这个历史新高。可是选股就相当重要了。那我们看一下，因为好多 AI 股都涨到天上去，连台积电都创新高，那有没有什么还没进场的人滴滴布局，有机会呢？会不会是记忆体？因为辉达的 H200 HBM 的容量比 HB100 多了 76%， 那 B100 的容量呢也比 H200 多 36%， 所以高频关记忆体的需求很大。美光就说，我们已经宣布帮辉达做出来的 HBM 已经出货了，股价再创新高。那费半呢，上个礼拜五呢几乎呢是这个创下历史新高之外，好多的个股呢成分股都创下历史新高。那老师我想问一下，AI 概念股非常的强势，但是冲高的个股说实在话的，强者恒强，你高手可以做。那记忆体相关概念股，整理之后有再转强的味道吗？那整体上呢，我们的看法就在于面对台北股市这里来到19000，那有些个股其实涨幅真的很大了，一倍、两倍、三倍，
比比皆是。好，面对这种结构，那很多朋友说，那我现在重新要进场，那我该怎么选择个股？你说去选那种趴在地上了也不对，台股涨到19000，它还趴在地上，那肯定就是在未来它整个竞争力会比较弱的。所以面对整个格局，我认为在淡淡的三月天里面，我们应该去搜寻在三月份有潜力有能力再涨一倍的标的股。所以我们今天会针对这个族群跟大家做说明。那首先我们很快速来做观察，观察什么？过去一个礼拜，过去5天，从上个礼拜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一直到礼拜五，整个框架里面，如果单纯只看一周啊，最强是纳斯达克，就如同刚刚明君提到，就整个由所谓的 AI 带动整个科技类股的上扬嘛，所以我们快速看一下，目前呢，针对美股未来这一年的获利，就是说从今年2024年的 Q1、Q2、Q3 到 Q4，好，这是明年2025年的第一季、第二季，就是说未来的六季，你去看那平均呢，就是说整体上美股呢，在获利部分，美股盈余会维持10%以上的一个成长。再来呢，刚刚在一开始哦，就是说这个礼拜的礼拜二是美国的超级星期二，就是说这里川普跟拜登要正式做 PK。目前的民调呢，川普是47%，拜登是45%，所以理论上股市必须要持续维持正向，否则呢，拜登的民调可能会比较有压力哈。所以我们快速看一下本周，理论上本周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五，那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哈。那因为比较重要的理论上应该是一个是礼拜四，礼拜四主要财报有博通。有 Marvell 这两个要做公布。至于这些经济数据，我倒是认为真的，在未来这段期间不是市场所关心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接下来礼拜三鲍尔不是要到要去做一个过去这半年的一个所谓的咨询吗？好，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直接看先行指标一样 ，Long Ben 有，你有看先行指标哈？先行指标因为。就一路破底啦，就是说任何反弹都是破底。为什么？因为主要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它一旦守不住，它就是往下。那么 VIX 它本身是反向的，它往下跌，股市就一定会涨，没有例外的。它往上涨，股市肯定会跌。所以我们所要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它什么时候会爆量？它没有爆量之前，任何反弹还是破底，所以股市继续看涨。好，恐慌指数目前低档还没爆量哦，看起来是持续向下探的这个方向不变，也助攻啊国际股市有持续上涨的动能，因为市场并不恐慌嘛，对不对？那老师来问一下哦，因为联准会明明就是还没有到降息时间点，而且就往后延，为什么股市就是涨个不停呢？对，我们很快速看左边了，其实鲍尔他一直跟你讲，他一直跟你讲。Double down， 你买哦，你升21点 ，Double down 加倍。伊讲吼 ，No rush， 伊讲你卖个戆啊，卖个懵啊啦吼，无被这里不会没有要降息啦，你也不用再期待了。不会急着降息，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机会。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哈，不管在美联社或者是路透社，他这里分别都提到，如果美股持续维持这么高的利率，利率都叫你管了 ，tailwind 叫做顺风啦、headwind 叫做逆风，你要跟顺风的，顺风一起下，一共 convertible bonds 就是说可转换公司债。好，你说这个可转换公司债有用吗？好，来各位请看，辉达就强哎，对不对 ？Dale 就强哎，对不对？啊，更加强哦，上盖强的叫美超伟啦，没有比他更强的啦。好，那美超伟最主要就在于他发的 CB， 他的 CB 是零利率，什么意思？就零利率，就是说你来买我美超伟的公司债，拍写先公啊后哦，没有利息可以领，那我干嘛买、就是？对，那我买你干什么？但是呢，如果我的股价站上转换价，你可以来换我美超伟的股票，哇，不行了，接下来哦，所以整体上从这个角度里面，其实他已经在跟你报标股了，报什么标股？台北股市的三月份 CB， 你真的要针对 CV 的，但是你绝对要挑站上去的，任何有发可转债的股价没有站上转换价啊，就是不可以买。
好 ，CB 这个哈，之前老师有教过好多次，它的转换价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压力，一旦站上去的话，代表说这股票哈，这股价上涨是来真的，可能会有一倍以上的行情。那有哪些标的？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所以我们先说记忆体部分好了， 因为美光大涨嘛，那记忆体族群以 AI 的这个扩散效应来说，算是相对股价位阶比较亲民的，怎么样来做观察？那各位很快速看哦，如果你加入我们 Light 之后，你只要看哈，第一个它有没有拿到满积分，满积分就是五分。五分代表这一档个股重，不管它有没有上影线都不重要，你就是续报黑 K 棒，你也是续报，除非它从五分掉到四分或三分。为什么？只要五十分钟的加权移动平均跟 MACD 没有转负，那么你不用担心你的个股持续维持五分，你就是续报，除非它跌破五分你才做减码。好，举例我们就举一档股票，比方说群联来，各位请看哦。好，以群联为例来， MACD 是不是正的？它是正的。好， WMA 也是正的，有没有站上集结区？已站上了，那你告诉我，那我们就买进了，不行啊？为什么不能买？因为呢，他告诉你我现在是三分，它是三分，也就是说，在上周它原本是五分，可是它掉下来四分，然后紧接而来呢，连续三天都压在五分之下，代表就是说，你暂时你必须要减码，你不能买。虽然很好，虽然非常的一个彪悍，但是暂时不能做买进，除非它重返五分，否则如果没有五分的，那你就暂时要保守。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各位，我们要帮大家追踪未来这一个月有能力涨一倍的标的股。好，你要面对这种有能力涨一倍的，那你每天要追踪它，要盯着它。这档个股只要是正向，那要持续极为乐观，你就不用理它，除非它转弱，我们在未来会持续每天帮大家做说明。好，那首先我们再看另外一档叫金豪科，来各位请看哦，金豪科今天有一根黑 K 下来，对不对？好，问题是它是在集结区之上。好，第一个日线的部分 MACD 是正的， WMA 是正的，站上集结区代表它没有风险，那除非怎么样，它股价跌落这个集结区，那你就要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五十分的 WMA 跟 MACD 必须维持正向，只要转为负向，代表它短期间会再就进行整理，不适合做买进。所以整体上呢，我们在未来会从得分表里面持续帮大家做追踪。好，看完了地院之外，那我们去观察过去一周，市场很强劲的一个族群叫重电。重电是。那包括在上个礼拜，那有投信就针对台股的重电股就给了一些评价。举例很快速看一下，国内的台信呢给了四电、中兴电、华城，分别呢目标价给到200、203、646。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而且目标价也来不？第二个，来到目标价要继续涨还是就会跌了 ？OK 哈，所以都还是未知数。我们很快速看左侧哦，左侧的看法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叫营业利率。盈利率呢，目前的预期呢会缓步上扬，但是呢接下来呢就会停了。OK， 最主要以中兴电为例，因为你股价上涨，你的股价净值比就会飙升。那这市场预期，因为它接获台电强韧电网的大绝大部分的订单嘛，所以市场跟它很乐观。那既然这么乐观，可不可以买？理论上暂时不能买。好，为什么？我们看右侧哈，来各位请看，好 ，MACD 是正的，对 ，WMA 是正的，对，站上集结区，它很强啊，对，134不就暴涨吗？一张涨了将近50块嘛，对，丢，你看啊，加也塞不吧？好，五分你就继续买，没有五分你当然就不能。好，所以我们先看一下整个重电类股，其实起码存几支股票呢？为什么？好，来，你各位请看29号，好，当你加入 Lite 之后，各位请看。这是不是五分？这五分，这五分。问题是一号上周五他是不是叫你，你四电要走了？其实就已经开高走低了。对，上周五已经买了公立中心电爱照，你就要走了。好，唯一到目前为止这些一大堆重电股，你可以续报的只剩一档，就是这一档叫亚力。其他的暂时呢，你要适度做观察。它重返五分，你可以做买进。好，我们看完这个之后，我们再来看一档个股。好，今天呢，正式做突破，等于刚好。第一个 MACD 转正，日线的 WMA 转正，好，再来第一天站上主要集结区，淘几刚哦，好，代表他今天正式拿到五分，拿到五分也就算了。我们预期这一档在未来这一个月有机会走出非常彪悍的走势。各位也许会说，哦，因为接获法国的 WiFi C 的订单吗？我根本黑都不重要，你知道吗？
一支股票会记较重要啦。所以我们再来往下看，比方说各位看一下金国光哦。你说金国光可以买吗？当然不可以买。好，为什么不能买？哈 ，CB 它在110年的11月11号的价，它这里发 CB，OK 哈，然后过了快三年了，都没站上。这三年呢，这支股票永远没起，你知道吗？好，我已经讲过，站不上转换价，三年它就三年不会涨，五年就不会涨，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没有办法持续帮大家做说明。但是我们帮各位准备了。未来这一个月有能力涨幅一倍的所谓的 CB 潜力股，那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 Light。好，老师资料准备好多、哦。今天呢，从这个吼、哦、美国股市当中啊，要大家关注 CB 相关概念股哦。这个指标代表个股就是美超伟啊，站上 CB 之后呢，股价狂喷不回头。那台北股市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可转在 CB 概念股的这个股票、哦、在盘面上面开始活跃喽。大家怎么样掌握这样的一个操作行情跟节奏呢？您都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跟我们的这个老肖老师这个联络一下。老师的资料都会放在 Light 里面，那同学们问题都可以提出，老师有时间会跟同学们做互动还有分享咯。赶快聊一下这戴尔的财测又预期盘这股价呢在美股当中大涨了 30%。 今天人保齁，因为他是做戴尔代工生意的嘛，股价是狂喷一度攻涨停板，可是为什么开高走低？这个爆大量怎么看？会不会是一日行情呢？那人保锁不住也让老 AI 有一点点齁哭哭，也是开高走低，老 AI 要等到下半年才有机会吗？那盘面上面的强势股，如果说你买了怎么样报警处理不怕震呢？我们请问展哥更进一步的教学，休息一下，锁定57股市同学会。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台北股市今天再创新高，那这个相关的 AIPC 概念股有没有活过来的味道呢？上周五啊，戴尔的财测非常的棒，股价大涨 30%， 那跟戴尔呢这合作关系很久的人保今天股价也是大涨，一度攻到涨停板，可惜的是有一些开高走低，留了上影线。AIPC 概念股并不是说老 AI 才有戏，可是今天盘面上面的轴承股也很强。我们看一下新日新，新日新有个题材啊，现增发债暌违三年启动募资计划，募资上看20亿，预估第三季会完募。发债 CP 看好未来的前景跟产业的方向，是标股的关键字吗？好，这个因为展哥已经好几个礼拜，就从年前就没有跟大家做见面了嘛。哇，这个年后回归，今天台北股市又创下了历史新高价。那其实呢，这个轴承概念股我觉得蛮奇妙的吼。他为什么会选在上个礼拜的这个后半周，外加今天来表态？买到这样的概念股，其实应该说年后啊，它也是有一点点做整理震荡，很担心被洗出去。今天老师要教大家哈，万九之上，如果你买到了强势个股的话，怎么样震不被震走？那现在都到万九了，有没有什么个股其实大家还可以找机会来这个布局呢？好 ，OK， 那个来我们看一下 K 线好了。好，既然刚刚那个明君讲到这个哈，来，其实年前最后一天封关如何去代班嘛，我在那个我们开始要讲，来我们看一下1316。好，1316上药。对，上药哈，来。这个应该是这一天，好，这是过年前来看一下，这是2月5号吧？对，好，然后再来是4714，好，4714，永杰，好，所以都是飙一大段。对，那一天我讲的逻辑是什么？我就说这个集团，他们其实还包含什么？应该是信斐城、信力、信力，哦，应该信力他们三个都有发 CB。哦，所以确实是发那可转债，确实是有部分啊，有筹码的诱因。哦，这之前讲过，我们就先不多谈。但是后面呢，在这种产业看好的背景之下，其实你从筹码筛选嘛，哦，所以几个角度，然后就第一个，我们选 CB 的时候，我们不是哇有 CB 就一定怎么样，一定怎么样，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好，是说这个产业不错，那为什么要募资？通常公司一定要有用钱的计划才会募资嘛，对，所以通常扩产。所以扩产也是好消息。嗯，好，那 CB 的话，那当然有筹码面的因素，有可能说哇，对于公司有提高股价的诱因啦。嗯，好，所以在产业搭配筹码的因素上面，我们去选择 CB 会比较有效果。概念上是这样。OK， 那因为最近到万九嘛，嗯，前面在万九挑战了4次都没上，对啊，对不对？今天终于啊，算盘站上万九，大家都会觉得说哇，那是不是太高了哈？其实从年后一路吃饭，亲戚朋友全部讲，问我第一句话说哇。现在是不是太高了？嗯，但是我们不管怎么辩解，他们都不会相信。好，但是 OK， 没关系啦，哈，这很正常，这人性就是如此。好，但是在这个阶段，你要怎么选股票？哦，你要在说什么产业面低档的啊？其实没那么好涨，根本没有了啦。对，客观来讲，好，但是我们过往推荐的还在一路创高嘛？对对。好，待会我们再慢慢讲。嗯，好，那所以上礼拜我也是代班那个股民开讲，对，我就送大家一个礼物，就是说，这我们讲叫快打部队。
就是我从筹码面强势的个股去做筛选。哦，嗯 ，OK， 那这个都是前一天晚上我就会发出去了。好，所以第一个哈，提醒大家扫 QR code。对，好，因为之前都是上股民开讲都在送啦，好，但是最近反应还不错，所以我想说啊，那锁定节目我们就不定期送一下。对，因为毕竟现在台北股是在多头嘛，那快打部队啊，你就跟着筹码强的赚个快钱，其实也不错啦。对，还有同学就说，哎，今天早上就一开盘就进去就拉涨停了哈。嗯，但是 OK， 这我们留到我们自己节目再讲。但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新闻，哎，昨天筛出来先有新日新嘛，嗯，而早上看到说有这个新闻，说哎有募资计划，对，而且这一组其实之前都还蛮强的，嗯，哦，然后休息了一阵子，哎，最近又开始转强。好，所以你说，哎，有没有机会？好，所以我觉得就往这种角度去做思考。好，从筹码面搭配新闻，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股票。那我们回头看一下，好，这个兆利新日新，我们是什么时候？这边哦，没记错，应该11月3号。嗯，所以那时候我做了一大段嘛。对。但是你看哦，这边这里我们调节了，好，我们把它卖掉。好，然后这里下来，你看这一条什么季线？你会发觉这里破季线站回，再破季线再站回，这又形成什么 ？WD。WD。对。哦，没错。所以季线是一个重要的关口，所以这里又拉一波，然后拉完这里又回头。对啊，哇，真的是。但是你看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WD？ 哦哦，嗯哦，所以其实你说，哎，为什么最近强？确实是这样。嗯。那从筹码面的角度，你看它兆利二嘛，它是今年的1月8号发的。嗯。哦，所以你说在这一段前面涨完一段，然后发 CB， 哦，这附近发 CB， 那有没有觉得再酝酿第二波行情？就有这个可能。嗯。哦，就有这个可能。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成长性都还不错，我待会儿再帮他口头上帮大家比较一下。那新日新的角度，你看当时我们同时推荐的时间点一路涨上来，对不对？但是他是那个打一个 W 底，然后他是不是一个几乎是一个横盘，然后中间破一下上来，然后这边破一下到季线附近就守住了。嗯，所以他们两个的走势拿起来比较的话，你就会发觉这一组就没有挂掉。嗯，好，客观讲是这样。好，所以我们在我们频道也说，哎，这一组你看好像要结束了，但是又没有要死的感觉。结果咧，再拉一波，然后今天募资计划一出来，直接开高再创前高，就直接拉出去。对，好，所以像这种格局哦，如果哦我们在前一天晚上哦有看到，比如说哎筹码很强，然后他又准备要挑战前高，哦就跟当时去年什么毕业一样嘛。对，我们说周末看到说哎，如果隔天开高过那个前高，我就要立刻进场追。嗯，好，所以概念是一样的。对，所以今天开高直接突破之后。去进场追，直接过前高就收涨停啊，马上有拉涨停。对啊，我们看一下那个江波图哈，江波3376，对，3376，对不对？对，很快，所以直接上去震一下，啪就上去了，就直接锁住，这稍微打开一下。对，但是你说创高这种状况，哎，应该都还有戏啦。嗯，哦，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常说哦，涨停不卖了，隔天看怎么开再说。是。OK， 那再来讲富士达，其实这一切的故事应该从富士达开始。对啊，是啊。好，富士达这里 IPO 嘛，对对。然后这边哦，我抓这条价位哦，大概393的位置是什么？是那个上市前五日的最高点。嗯，所以这边拉条线过来，哎，这也跌破，这也再洗一下，这边站上，这边是不是又是一段行情的开始？但是你看哦，涨上来，他们在拉回整理的时候，它是也是做一个强势的横盘整理，所以这个带头的发觉，哎，好像它的走势都非常强，所以也告诉我们轴承其实不弱。嗯，好，但是这一组里面，像1582的信锦呢？哦，信锦它当然本身也有 CB 啊，哦，那这个地方哦顺带提一下哦，就是那个 CB 我们通常观察的点是什么？哦，就是第一个有没有发嘛，然后第二个我们要观察它现在的集保张数。集保张数这是什么概念？嗯，哦，就是意思是说假设我发10000张好了，对，3000张好了，好，哦，我发3000张出去，但是嘞结果哎现在3000张已经都没有在集保了，意思是什么？换掉了。就已经没用了嘛，嗯，所以这筹码已经失效了。懂。好，所以如果我发3000张，到现在经过了，哎，行情还没有拉开来，而且张数都还3000张，都还在集保，那我们就会发觉，哎，这筹码都还有影响力啊。嗯，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不换掉，对不对？对，对，因为如果有拉啊，有拉又换了，那当然就哦，那可能就没了嘛。理解。哦，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都是公开资讯都查得到。那信锦跟前面他们比起来，当然前面也有走一波，但他这一波跌下来跌得比较深嘛。但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底部的形态？而且今天怎么样？一根长红又站回到季线之上，哦，所以整体我们讲四档股票来比较的话，哦，富士达跟那个兆利成长性是相对高的，然后那个新日新跟信锦成长性相对没那么高。那其中里面又只有信锦，它可能殖利率大概还有3%到4%，
好，那其他的大概就1%啦，定存还不到，所以只能拼股价。嗯，好，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强势的人，当然就是操作的逻辑。对，哎，你如果觉得说，哎，这一组有机会，那我想要买便宜一点的，那我觉得信锦也是一个可能性。至少还有殖利率保护。对，至少一点。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从那个轴承，好，先跟大家做个分享。好，然后再来哦，我们那个快打部队是不是也塞到台通？对呀，因为你从上礼拜五观察，老师我看不出来什么迹象哎，对，确实啊，对啊，所以筹码有时候好处是什么？对，就是真的你就想说，哎，为什么他会买？对，好像之前其实那时候旗宏，去年旗宏啊，那时候139我们在推荐嘛，就是连看了三天的筹码，就哎，为什么都一直在买？然后就怕139到400多嘛，哦，就是这样。所以筹码真的有时候就是资金真的偷偷在流动的时候，从筹码检视是看得出来的。那当然我们在看筹码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在这一组里面哦，比如我们塞二十档里面，有哪一些人，有哪一些族群性？哦，所以像昨天塞出来有台通嘛，有联军嘛，是不是就是光通讯类别的？对，哦，因为它是光通讯的被动元件。对，而且你看哦，这一段涨上来，其实它是有一个横盘整理的格局，对不对？好，那在这个整理格局里面，哎，今天早上开盘，你是不是先过了这个平台？对，是不是就立刻又拉出去？好，所以概念上哦，你看哦，不只是昨天的筹码，你看前面这一段，其实外资为什么也是默默在买？哦，那当然前面调节完，昨天又大买，应该上礼拜五大买，对不对？哦，所以今天顺势拉出去，但是你说这个就是一瞬间的判断啦，你说能不能当下就立刻进场去追，这个就不一定，看每个人注意的点。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回头看，那这个产业的状况如何？好，这个台通是这样，你看近期它的营收确实是在相对高档，好，相对于去年其实是比较低档的位阶，所以它有一个去年低基期的一个状况。好，而且你再把时间再拉远一点，从过往哎毛利率真的是低档，就最近几季是不是就上来了？好，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2020、2021，好，其实你看它公司营运状确实不好，然后它是去年的那个第一季亏转盈，好，所以这个地方你说哎整理到这里，这是股价嘛？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头肩底的形态？所以这个可以注意一下。那再来从通讯的族群我们可以延伸嘛，像刚刚那个台通近世纪还是亏钱啦，虽然它亏转盈，但基本上还是亏。好，但是你看哦，智毅它过去几年从多少，从6块多到8块多到9块多，哎，到今年近世纪是多少，2023年是赚了将近11块，所以其实它本身的 EPS 也是持续成长。而且这一档其实我们是去年我去找资料找不到哦，6月之后的资料找不到，所以应该是第一季、第二季。哦，那时候我们介绍还多少钱？哦，可能都还100元以下，80-90块，我记得。好，所以这一段涨上来，我们会发觉，第一个哦，这是季线的位置。它每次是不是来到季线，跌一下就站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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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近期，它这里是不是又一个 W 底？这里是不是站上之后的整理 ？OK， 所以重点是什么？它除了本身获利状况不错，以它现在的价位来算的话，殖利率大概还有3%到3.9%，所以我觉得殖利率也偏高。那这里就更明显了嘛，这里一路营收就是持续在上涨，对，这也没有问题。那相对于台通，它的毛利率是不是也很稳定？好，所以如果你这个时候啦，你不敢去做一些太刺激的股票，那你买这种哎稍微整理一下，而且还没拉开的个股，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OK， 然后最后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前面都讲说，快打部队等等啊，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做产业基本面，对，因为客观比较久，对，因为这一档哦，顶级我们是去年11月嘛，你在这边附近就介绍了，对，其实你说到现在，其实它获利大概40%了嘛，我们这样价差已经差不多40%，今天还在创高，而且重点哦，它1月的营收年增率还成长42%，然后12月的营收其实历史新高，而且刚刚我们讲的 CB。它有顶级一、顶级二，去年还发了2档，对不对？所以你说筹码面的因素会更强，就有可能，而且还继续创高。但是问题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是低档报上来的，现在本益比已经来到37倍多，哇，很高哎，确实本益比也高，对，所以就要看什么营收能不能继续冲，如果能继续冲，哎，筹码面你说这边是大买，这边虽然是卖，但是是小卖，所以筹码面也是偏正向，投信呢这一段时间也是默默在买。所以客观来讲，这好，我觉得还是可以注意。只是以后我们跟大家讲说，哎，低档要买要注意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嘛。因为这一档那时候我们介绍，很多同学说，哦，老师哦，介绍完我去买，但是你看现在是40%，但是当初同学可能赚4%，就已经卖掉了。所以这有点可惜。好，那像这个金鼎，其实也是，我们也介绍很久了。
好，这鸿海集团嘛，应用材料的那个供应链，好，目前的殖利率啊，你看虽然这里在创高，今天是收盘在创新高，但是换算的话，现在殖利率还4.72，甚至比刚刚质疑还要高。是，好，所以你说这个价位有贵吗？其实不算贵，如果用殖利率的评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对，而且最近是外资什么？因为我们是低档上来，我们是低档就买了嘛。那这边上来整理，哎，反而外资是怎么样？趁拉回继续买，投信是在高档继续买，而且你看最高这一天，投信还买在高档，今天可能刚解套，所以如果投信今天没卖，甚至今天还加码的话，那代表这些筹码这一段的价位区间其实是稳定的，对，而且筹码是安定的，好，所以这些个股我觉得从短到长啦，哦，从筹码面到产业面，哦，其实我觉得都有很多选股的机会，我觉得看你怎么操作，哦，已经长虹站上万九了。就不要再害怕了，好，继续拼。好，展哥认为台北股市这一波的多头行情一样是强强棍，那资金这个轮动的现象，其实不管是在强势创高个股或者是低位接短线上面筹码转强了，大家都可以找到机会。那老师有说啦，他这个Light 里面呢会提供一些他认为抓到筹码转强的一些标的，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你要怎么样来索取我们节目当中资料呢？都可以透过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那跟展哥来加个朋友，加个 Light， 老师的资料在里面之外呢，你有问题可以提出，老师有时间会跟同学们做互动还有分享咯。的确台积电呢今天呢也是这个鞠躬绝尾的，它的股价呢是跳空，而且是又创下新高，让709不再是这个新高价，今天最高攻到725块钱。主要社会上个礼拜五的 ADR 呢也是井喷4%，好，神山哦轻松的飞跃了前高，那下一关挑战哪里呢？台积电还可以报警处理吗？我们请问邓老师，管回来锁定57股市同学会。欢迎回到57股市同学会。大盘今天的攻高，收盘正式站稳了万九大关。那台积电呢，也在今天呢再次创下了新天价。台积电呢，主要是因为来自于美国上个礼拜五的美国股市的半导体概念股大涨。那除了戴尔财报引爆了 AI 股呢，这个疯狂的热潮之外呢，台积电的大客户啊，超微、辉达全部都创高。外资喊明年台积电赚40块以上，现在真的很便宜吗？以今天高点725来计算，本益比才18倍而已哦。大盘呢今天呢受到台积电的大涨啊，整体呢在攻下了新天价。那老师其实有说要看台积电，要观察 ADR。ADR 好争气齁，上个礼拜五哦是上涨超过 4%， 最高是创新高攻到 136.65 美元，是收在 133.9 美元。那台积电呢今天的大涨也是主要是大客户哦辉达下单积极的带动。据说辉达现在塞爆神山产能啊，3-4奈米都啊抢翻天了，也导致今天领股族啊，哇，看到台积电冲啊，又开始冲进去买领股了。今天的这个领股又增加了531万股，这十天的领股成交量就达到了800万股以上哦。老师，我们想问哦，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每天都在追踪台积电，老师说709会过720块以上附近呢，也有机会再挑战。但今天攻到725了，老师怎么看这次的跳空缺口是不是又跟之前一样，就震一震不破之后还是有新高？我觉得还有新高，还有啊！如果说外资喊说明年赚40块，这样算起来18倍，其实以台积电护国神山18倍本益比似乎还是低估哈。但是重点就在于说台积电，各位看啊，三月份上个礼拜我是3月1号的最后一天啊，三月份就一天嘛哈，他还是买了4700多块，4700多张。我们看台积电，各位还记得吗？当时这个709跳空往上的时候，我是不是告诉各位说你？不要在这里追，对对对。但是你在这边追的这个709大学长呢，也不会套很久，会跟这一波差不多。这一波总共12天，各位，真的，这里算给你看，1、2、3、4、5、6、7、8、9、10、11、12过了，哇，一样12天，好，一样花12天上哎。那只是说为什么当时这个爆量，我说你不要追这里，追这里你要忍耐啊。然后我们是不是讲十日线？对对对，十日线买。每次看你回十日线买，有没有给你买？有2次十日线，而且都来688啊，688不就是之前去前年的高点？对对吧？688来了。然后上个礼拜我讲什么？看台积电 ADR， 对，他家创历史高，709就过了。果然上礼拜我直接创历史高，没错。啊，所以今天嘣就过了。好，我们回到台积电，那现在过了之后，各位看字卡。好，现在不是十日线哦，已经不是十日线了，现在变5日线了。啊，
更强了哈。五日线了，那各位看五日线来到哪里？吓死你了，700块。等于说，现在700块变成强力支撑喽。嗯，你在上个礼拜四、礼拜五都还有688可以买，接下来没有688喽，700块变支撑喽。那明天的五日线还会再往上顶上去哦，那可能就到70几喽。所以现在等于说接近五日线，你就要买了。好，那现在就分两块喽。你是有台积电的，五日线守停利停损。啊，比如说明君你有台积电，那你也不知道它会涨到哪里。对啊，它如果反映19倍，本益比760，是哦，像外资讲，如果反映20倍呢，就800。嗯，但是你又不知道它会到哪里，不要预设立场，守停利停损。好，持有者是赢定了嘛，因为今天创历史高，你是赢家。那这个时候就要懂得把停损点、停利点一直往上移就好。嗯，跌破五日线你就落袋。好，那这个为什么要给同学们这个观念？因为很多人想要卖最高点，不可能。对，你如果要赚波段才不可能卖最高点，而是看它量价筹码的变化。嗯，你如果跌破五日线，哎，我底下买的我就撤了。嗯，那如果没有跌破，我就不预设立场，我就继续报，它就可能哎整理过后又过高，整理过后又过高，这是针对持有台积电的。好，五日线。对，那如果没有台积电的人想买，就像我讲，回到五日线附近你就买。好，那怎么设停利停损就很简单，比如说这里五日线来到700块了，对不 对？所以明天它可能跳到702、703都有可能，接近五日线你就买了，买了之后你就把停损设在这个月线。好，好，那你的风险也不会大，你这个风险是几%？大概4-5%。那你就可以参与后面，万一它真的到760、800，那你就有了啊。针对台积电做法。好，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那台积电又创历史高了，那台积电的大同盟里面还有很多没创历史高，对啊，包括连688都还没过的，是，那你就要把握机会啦。虽然它涨得慢，但是你会安心一点，因为现在19300点，同学们一定会有一种障碍，好，陷入大盘的迷失。什么迷失？这么高了，我18000都没买，对，对吧？对，那18500我也没买了，那19000好像是铁板，很怕当韭菜，结果19000又过了，是，我会不会当韭菜？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在选股不选市的。你先把大盘放一边，因为大盘的关键就是在台积电。所以你看这一波，在这个农历年后的开红盘第一天，谁带上来的？台积电。不是蹦500点，那今天呢，也是台积电，它就占300点了。所以大盘跟台积电息息相关，可是从台积电衍生的大同盟里面还有很多落后的啊，比如说凡轩还没过688，金彩也还没过688的水位，但是你看它一月份营收数字已经出来了。好，包括在上个礼拜各位看创意的法说，哎，不如预期摔下来，可是我认为它的机会又来了。它去年一整年赚26.18，好，我们稍微瞄一下创意，他经过这一波修正，从1880修正到啊这里开始打底。那你看五日线、十日线、20日线是不是顶在这里？是不是所有的短期均线都黄金交叉了？对。那这一根红 K 是不是带量？这边拉回是不是量缩？所以如果你喜欢千金股、高价股，台积电子公司创意，短线上它开始转强喽。你如果不敢追台积电，那像股王四星 KY， 今天也是创高拉回，你或许就不敢追了。那今天唯一有露出败讯的，其实是4968的利基。利基，对，它今天打跌停。重点在这里，它出量。出量，而且黑 K 把红 K 吃光光。好，所以你有这一支一定要跑。好，我们看一下3661的四星 KY。3661今天也是。今天也是创高拉回，但是它，短期均线是守稳的哦。来，这个量并没有叫做爆量哦，都没有。对，所以它整理过后还是有机会，只是说你不要去追到创高。每一次创新高都告诉各位不要追，尤其有爆大量你更要小心，对吧？那我们就看6669的微影。好，6669微影，这些都指标性的，也是创高，但是有死吗？没死，你看，也是量缩，量缩成这个样，而且站上所有均线。再看一次4968就不一样了。再看一次爆量，五日线、十日线跌破。对。所以有这支就危险。那同学们先扫一下
这个 QR code 加入尚伟的 Line， 然后再搜寻我的直播，有更详细的筹码分析、技术分析都可以跟各位分享。好，从站上万八之后，邓老师就提醒大家，你只要选对股票的话，还是有机会搭上大盘攻高的行情哦。那现在啊，大盘已经正式站上万九哦，怎么样选股就更加重要，大家可以跟邓老师来索取资料，参考一下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呢，老师的资料都放在 Line 面，有问题都可以提出，老师有时间会跟大家做分享跟互动喽。老师，那我们快速从 K 线来做观察。好，我想台积电，我们刚才提到说，为什么它还会涨？现在变得更强，就是沿着五日线来走哦。目前你不要预设立场，我早上印度才75，到最后变725，那明天搞不好就730、740，因为它整个指标没有败下，对 ，K D 交叉，好，所以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轧空行情哦。空手的千万不要去乱空，不要说台积电很高了哈，台积电动起来是很可怕的哈，它已经磨很久，磨了12天，是，今天第12天过了哈。那你看凡轩，当时台积电688，它在195，所以它任何的拉，我觉得各位都要站在一个买方。毕竟第一个，人家基本面也很好，本益比还很低。现在台积电反映了18倍本益比，请问它反映几倍？它15倍而已，它15倍而已。很亲民，对。那一月份 YOY 年增45%，45.9%，它所以可以注意后面它的落后补涨。好，我们再看晶材。好，金材一月份 YOY 是22.87，今天都是维持小涨小跌，那基本上还很落后，所以像这个台积电、大同盟这两档都可以注意。对呀，还没有跟上做创高的脚步的。那刚才我提到创意说，我觉得它机会都来了，真的机会都来了。它上涨有量，拉回量缩。懂。虽然它是千金股，但是各位，它经过大幅度修正，那台积电会好。那台积电子公司的创意怎么会不好？对啊，尤其有最坏的都讲完了。对，所以与其你去追什么四星 KY， 你不如注意一下，创意可能还比较好一点。今天这个航运股拉尾盘呢，航运股也偷偷在动。对啊，这个就我在讲了，垃圾盘出现的时候，有时候就变成很多股票开高走低，因为大盘让台积电拱上来。那反而有很多股票，你就要利用说它位阶低的，它会轮动，因为台积电不可能天天垃圾盘哦。对，也说今天台积电是反映 ADR 创历史高，所以我直接跳空大涨。就像我们农历年后的开红盘的第一天，台积电蹦直接跳上去，后来是不是开始整理？对啊。那接下来整理的时候就换这些次族群，好开始轮动。像这个还低于这个净值的哈，各位都可以注意哈。好，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们快一点啊。中航你看离净值也很远，净值61，快。今天是维持小涨哈。那八冠军工股，我觉得OK， 像上礼拜。不管是什么 JPPK 啊，说你都不要追，啊、去注意这啊，千富精密，你看它是不是天天创高，慢慢涨啊？为什么？因为它离这个还很远，沿着五日线，对，还很远哦。台北股市都创历史高，那广基今天是小跌拉回哦，拉回就这样说，所以各位这个到后面空间还很大。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哈，化汉也是哈，工业电缆化这个颈线，基本上。都还在走，因为老师说，所以台积电创高之后可能会休息，可是休息的时候，次族群又要开始动了，对，会以这样的一个节奏来进行。因为最重要是台积电，它不会天天大涨，大涨30-50块不可能，对，它可能明后天涨个3块5块，那其他的股票就涨比较多一点，那这样你就要锁定好的股票，低阶就好，而且这些都还不错的基本面，好，工业电脑的相关的个股，一月份的营收都有出现年增的成绩啦，没错，那也达。